萱萱和马国明这天出席美容活动，马明遇上女神萱萱就表示很紧张咯。我真的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我真的在我的女神旁边。对，我平常风幽默一点，幽默一点。对，现在蛮紧张，不敢说太多话。开心的，对，他比较真心一点。之前他是古仔，是那种，你好漂亮，他是这样的，你好漂亮啊。我说你漂亮，你就开心了。嗯，好。那两位民选师弟事后何时能合作呢？我很想啊，我真的很想有机会跟他拍戏啊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。只是我们在同一部剧里面演，对对对，出现过像那个，但是没有什么对手戏。嗯，对。对啊，我真的很想。最后他一个镜头，然后之前应该是飞虎，对。那是他，希望有这个机会吧。我真的希望有这个机会。因为刚刚我想起那个 Mr. and Mrs. Smith， 哎，我想我们两个可能也对啊，这种比较特别的情侣。对啊。讲到护肤，平常马明有没有跟女友黄心颖一起敷面膜呢？我希望他也有机会做这个代言人呢。那他做，那我怎么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。哎，不是，我们是不同年代。对对对对，不同年代的美女嘛。也可以保养得非常的好。对对对 对。不知女神选男朋友，又会否选马明这种男生呢？其实最重要是两个人合得来。对对，那我觉得你看外表当然非常的 OK， 但是也要两个人沟通。很高。没有，是两个人沟通，因为我觉得是这里比较重要。对，两个人要合得来。对对对，在一起要开心。然后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像朋友。其实外表不是太重要的。对对，也不能不好看，这个现实的。你这其实都是高要求的。香港报道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